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博客。今天我们来介绍的是假面骑士 Gachado 的炼金驱动器。没错，这个就是九堂英领所等一下，有胶带。这是九堂英领所自己生出来的腰带。对，没错。黑色的话，基本上的话是出现的时候，它只是出现这个，它这个的话只是跟着一起出来的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整个外观。以整个外观和一些颜色来说的话是，超出于那个星际的感觉。看这些点缀的话，很像银河。对，没错，它的话，就是银河系的，都觉得还不错。然后的话，它这里的两对翅膀呢，就是按照这个三角形光明会的手势的。去做的，没错，这超级无敌帅的三角形，这还有，然后另外的话还有这个与恨宝太郎结婚的戒指，不是啊，这个就是驱动这个，对，这个是可以触动的，而且这个做的非常的帅，尤其是要让那个腰带出来的话，首先骷髅出来的话是这样，然后后来还要变身的话，先带到中指，就这样。然后变身的话，我们来演示吧，先别废话，过来。插上去就有一个音效，超级帅的。我们先来用九堂的，这张的话是我自己另外买的，这是他的那个另外的梗图，没错 ，Sam Unicron。再来的话，另外有给 Kika Bahamu。啊，这个巴哈姆的等级是一耶，我觉得看起来蛮强的。带这个黑洞 ，Kanola， 超级帅的。然后戴上戒指之后，联动。这个音效超级无敌帅的，很信。假面骑士马杰斗就诞生了。整体来说的话，这个亮起来真的非常帅，而且这是五彩缤纷的。没错，这是代表胜利的光辉，感觉超级无敌帅的。然后的话，接着使用必杀技，首先先，然后再，必杀技是一个小提琴的节奏，太华丽了。Mermas， 然后最后必杀技的音效真的超级无敌帅，这个 ending 这个我非常爱。接着换到九堂风雅先生登场，一次两次，再来是九堂变风雅先生的变声，超级好听的 ，boss 老大，头目，假面骑士 Window 就这么诞生的，超级无敌帅的，然后接着的话。这个用两次，老爸就不同了，节奏是有加一点鼓声，接受制裁吧，练二式。
哇，这个必杀技真的绝，真的超级帅。然后这九堂他老爸的话，这也是红色的，没错，就是有不同的风格。接下来来换套黑钢斯潘娜的他的前任男友，试试看的。来，达尼奥尼，还有马哈温，再看，来。音效也是一样，打枪可以。对，就是没有讲什么，就是普通音效而已。再来，哎，等一下。太快了，对，也是一样。接着换现任男朋友 Close Hopper Tenlida， 来看看白金 Gachado 的模式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又犯了毛病。哇，白金哥差的触动之后，他会有讲话，这个代表真的是他男朋友，没有啦，他最信任羁绊的伙伴啦。至于男朋友什么的，要看他啦。再一次，还不错。这次再用普通式的凯米卡，普通凯米组合卡。等一下，我要犯病。对，一般凯米的话应该也是这种音效，然后再来。Amazing， 好，我们接着再用其他别的凯米卡试试看。我觉得我插到什么星际的卡片的话，它应该会讲到相对应的吧，应该是这样。如果想要更多了解的话，再上去找那个炼金驱动器的相关信息应该就好。应该就是说我，因为我只能视频到这样，因为我等下有事要做，真是不好意思各位。好，以上这个就是炼金驱动器的介绍。如果喜欢这部片的话，请在右下角点点个赞，并且留言分享。不过别忘了订阅我哦。我是博客，我们下次见。Gotcha！